太猛了啦！看来就是下坡了，接近45度的陡坡，真的是接近60。耶！欢迎来到台南自助餐，我是春。我们今天来到阿朗伊古道，我现在要出发了。正常是10个人一团，然后一个向导的费用是3000块。那么记得要，如果要从旭海出发的话，要安排那个接驳车。然后你们也可以请那个导览员大哥他们帮安排接驳车。今天我们有真真向导，所以我就不用背设备啦。太棒了！屏东县南屏村哦，然后我们就要走到台东县达仁乡南屏村，走完的屏东县哦，就大概我们的整个行程就到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出发吧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捷登录，然后来这边要就是一定要实名登记，然后都要带证件。现场都会管制，你不可以自己来的。接下来就是比较艰难的路段了。啊，鹅卵石走的时候慢慢走就好了，脚步踩好，不要急，慢慢走。哦，等一下那个走弯的地方会不会大一点？说，哎，不会，你家八步定好，不要回头。呀，这个都是鹅卵石，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来走还是带个登山杖比较好。这边就是整个防风，然后走到里面变得超级无敌霹雳了，超热。这是第一个休息站，大概用餐。现在爬了2公里，现在是1/4。为什么要戴口罩？那我们在休息完就要开始出发啦。超级漂亮，这个你看这个，真的很漂亮。可是我们不可以带出去哦，在这边拿起来看可以看。接下来到过了沙滩之后，来到第二个休息点。哦，走到这边真的很狭义耶。这个天空，天哪！那接下来我们要走到艰难区了。艰难区的开始只能再稍微拍一下，因为待会我们就要双脚并用了。是军舰岩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小小的军舰，天然形成的。然后上去看也不错看，我们都过去吧。军舰岩下面就是一半的路程呢，大概就是4公里。然后我们待会就是要从这边爬上去，有没有？绳索往上爬，就要上山了。这边会通常会建议跟大家可以休息一下。超级可怕。然后这边已经有做好一些绳索了，然后我们就来爬一下。就是离异的地标，087海拔087。这个地标也太鸡爬了吧！下坡了，接近45度的陡坡，这真的是接近60。下来就是下坡了，接近60度的陡坡。哎，你为什么用我的台词再重复讲一次？现在的
主持人都是这样子的吗？太棒了，我们成功啦！他也不会相信向导们说的再一点点了。好啦，我们真的到终点站啦！这条是哦，我们到台东了，我们快到台东喽！台东到了。好啦，我们终于回到民宿啦，超级无敌霹雳累，可是其实累的很蛮值得，就蛮好玩的。然后我会到时候会把那个怎么就是预定的网址放在底下，好不好？让所有的兄弟们，既然在订阅加分享，不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每周二都是晚上8点上面，明天拜。